AXA 安盛一直致力为客户提供更完善的危疾保障，特别是针对占了危疾80%索偿的癌症，所以我们的产品特别针对不同程度的癌症提供最适时最充裕的保障。我们很荣幸今年可以再一次获得这项殊荣，见证着我们多年来在危疾保险方面的努力。我在这里仅代表公司多谢各界的支持和信任。今次爱护同行加强版能够获奖，我们觉得主要有两个设计是最受客户欢迎的。第一是适时的支援，我们明白癌症的医疗费用会为患者和他的家人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特别是较晚期的癌症相对的治疗费用可能都是较高的。所以爱护同行加强版特别为第三或者第四期的癌症即时提供额外每月赔偿，即是说在患者确诊那一刻，我们已经即时支付一笔过 100% 的保额赔偿，之后亦都不需要有任何等候期，只要患者仲需要接受癌症治疗，我们就会为他提供长达5.5年的每月收入替代。第二点是强化儿童保障，小朋友患病是最需要父母的陪伴和照顾的，但是父母的生计亦都可能会受影响，所以我们特别为小朋友的照顾者提供额外每月赔偿作为收入的替代，万一小朋友不幸患上危疾，他们的父母都可以暂时放低工作全心全意照顾小朋友的。总括来说，我们会继续努力为客户提供最适时和充裕的保障。